金马神男晃神撞民宅，机车骑士伤重送医。喂，少年嘞，你哪串干嘞？没有看，没有看到你们撞到撞成这样子。是撞车才哭哭哦。哇嘞，怎么撞成这样？这实在有点。哦，这台是 Toyota 86跑车，一台要100多万呢，很多人哈他呢。你看，跑起来多帅气！这个26岁的诚信车主，昨天就是开着 Toyota 86拉风的开在新竹街头。不知为何，他突然恍神，车子不听使唤，先撞到一辆机车，再撞上路边厢型车。安全气囊爆开了，帅气的驾驶则哭了，蹲在路边手发抖，哭着打电话找爸爸。没有看，没有看到你们撞到撞成这样子。太紧张哦！你看把人家撞成这样，店家的玻璃也破了，机车骑士伤重送医，拜托卡啦，用 back 来解决问题。